还有一个梦，就是我昨天早上5点多钟的时候做梦，就有的人说就在一个路上，说前面那个饭店桌子底下有蛇，我就觉得我很害怕，因为我一直怕蛇，我到那一看真的有，我就吓回来了。下回来之后怎么办，转了一个画面，就好像我趴在床上，然后盖着一个被子，脚下面爬满了全都是蛇，当时给我吓坏了。但是我听到了一个声音，好像一个50多岁的人念了一句咒语，然后他说都回来，再不回来我就惩罚你们，或者我不管你们了。然后这个蛇就踢着秃噜全都爬回去了，有两个爬得很慢的，但是我看着旁边有一个坐着的人，我就喊他快来救我，这两个拿走，这样我就梦醒了。这什么意思师父？你过去杀过很多蛇，这些全是来、全是来要精的要账的啊，所以我需要那小房子是吧师父？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你去看好了，上辈子杀过老鼠的这辈子怕老鼠。谢谢师父，我明白了，我好好念经。